在一个遥远的地方，有一个神秘的森林。这个森林被认为是充满了危险的地方，但对于一些好奇心强的小孩来说，这个森林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地方。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名叫艾米的小女孩，她决定进入这个森林，探险一番。当艾米进入这个森林时，她感觉到了一种神秘的氛围。她看到树林繁茂，阳光透过树枝的缝隙洒落在地上，让他感到非常舒服。他沿着小路走了一段路，突然他看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园。花园里有各种各样的花朵，每一朵都散发着迷人的芳香。艾米在花园里漫步了一会儿，突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。这是一个藏在草丛中的宝藏箱，箱子上还有一张纸条。纸条上写着，只有最勇敢的人才能打开这个箱子，里面有你最想要的东西。艾米犹豫了一下，但最终他还是决定打开箱子看看里面是什么。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箱子，里面有一个魔法石。这个魔法石可以让艾米获得无限的力量，但也需要付出一些代价。艾米决定要带着这个魔法石继续他的探险之旅。艾米走了一段路后，他看到了一个小湖泊。湖泊的水非常清澈，他看到湖底有许多美丽的宝石和珍珠。艾米决定要下到湖底去找寻更多的宝石。当艾米下到湖底时，他看到了一只非常巨大的鱼。这只鱼挡住了他的路，他必须先打这只看起来非常凶猛巨大的鱼。艾米感到有些害怕，但他不想失去宝石和珍珠，因此他决定要和鱼进行一场战斗。艾米拿出他的魔法石，这时魔法石开始发光，艾米感觉到自己充满了力量，他挥动着他的手臂，一道强大的魔法能量打向了鱼。鱼感到受到了威胁，开始向艾米进攻。艾米应对得非常灵活，他躲避着鱼的攻击，并且用魔法能量打击着鱼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，艾米终于击败了这只巨大的鱼，他得到了许多宝石和珍珠，同时也学会了如何应对危险。艾米继续他的探险之旅，他遇到了许多的危险和挑战，但他从每一次挑战中都获得了一些经验和智慧。最终他来到了森林的尽头，他发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园，花园里有各种各样的花朵和动物。艾米感到非常开心，他在花园里玩耍和观察着动物，同时也和鸟儿聊天，鸟儿告诉他许多关于森林的秘密和故事。在这个花园里，艾米感到非常舒服和安心，他决定要在这里停留一会儿，好好享受这片美丽的土地。最后，艾米决定要离开这个神秘的森林，但他已经学会了很多关于探险和冒险的技巧和经验，他知道自己可以克服任何挑战和障碍。他带着魔法石和他的回忆，离开了这片美丽的土地，开始他下一个探险之旅。